啊，又是新的一天。大家好，我是麦导，今天我们带大家去一个庙。哇，终于来到了这个寺庙了啊！然后这里特别的壮观，这个石头也很高。上次我们路过的时候没有带相机，今天带了，专门在这里拍给大家看一看。很神奇的是，我们刚刚路过的时候看到那里有好多棺材，不知道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？知道的小伙伴可以留言。前面就是南天门了，我们就在往上面走。我们今天要进南天门。我看到了十八罗汉，是不是十八罗汉？108罗汉，108罗汉。哎，108罗汉怎么在南天门守的？这个十八罗汉里面还有唐僧，还有猪八戒他们在一起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手最长的那个就是藏鼠罗汉。太壮观了，我感觉我已经和他们融入一体了。看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"欢子 TV"。